罗马中场大将斯特罗曼转回法甲马赛，投奔前罗马教练私交甚笃的法国人鲁迪加西亚。金牌经理蒙奇大拆大建，算上去年现任佩莱格里尼，蒙奇掌权一年多，除了36岁的德罗西，中场全部换人，实力如何暂不评价。球迷说得好，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，大两天能拆完。再见斯特罗曼，国米罗马米兰的网络血战。更有趣的是，斯特罗曼转会法甲居然引发一脚上流军团的揶揄嘲讽，国米躺枪，罗马真会转移视线，没事找事。 AC 米兰球迷趁机火上浇油，好不热闹。迄今是马赛俱乐部公推昨晚的官宣斯特罗曼加盟，让我们静静宣布下一签。接着 at 罗马挑衅写道，嗨，我们这一笔做得足够好对吗？罗马官推周二晚22:49 at 马赛回应，这才第一次，别这么早就嘚瑟，这么刺耳。然后罗马脑洞大开，360度转移话题，晒出斯特罗曼撕扯球衣的短视频，总比 at 国米的视频强吧。紧跟着贴出国米新人德弗里化身木亚的图片，把炮火对准国米。国米立刻回应，罗马的确是最棒的，我们非常欣赏你们官宣马尔科姆的视频，晒图是黑屏，文字为对不起，这个视频无法观看。嘲笑罗马宣布签下马尔科姆，却被巴萨截胡，法国人根本没来罗马，直奔巴塞罗那了。罗马丝毫没有休战的意思，是这个马尔科姆吗？翻出一条来自红黑知名从网民看就知道典型的 AC 米兰球迷的短视频，视频动图为莫德里奇为国米进球，国米对萨索洛扳平比分1-1，文字阐述马尔科姆致命反击，和比达尔来一次撞墙配合，又送出美妙助攻，莫德里奇抽射入死角，终于扳平比分。提到的三个球员都是国米今夏有意引进但没签下的，讥讽不言自明。国米不依不饶，不是这个马尔科姆。贴出马尔科姆一边牵手罗马，一边回头看巴萨的 P 图，国米回击5942个点赞，罗马反扑一样一样的啊。晒图是马尔科姆各种加盟国米的官宣 P 图，一直马尔科姆也是国米的猎物，却连影子都没看到。罗马这条954个赞，罗马最后以4个球员的动漫图来结尾，意甲重新开战，这是级别最高的4位新员，又帕斯托雷、 C 罗、伊瓜因和国米比达尔。罗马真能闹，自己和法甲的转换与国米何感。红黑之谜作为米兰阵营代言，和国米对干有的比历史因素，罗马莫非也要和国民成为宿敌，不是尤文吗？红黑之民的推特讽刺国米都是超级英雄吗？国米就这一个回击够了，强了你的那英格兰，给网上暴风雨作结。